歡迎翻嚟《發達廣場時間監倉》，我身邊嘅嘉賓啊，係耀財證券研究部嘅經理啊，謝耀輝 Stanley 噶 ，Stanley 你好，係你好 ，Stanley 啊，同大家咧睇睇啦，下晝翻嚟嘅市況先啦。恆指方面，而家升緊218點啊，去到22908點；期指方面啦，升231點，低水129點噶。國企指數升162點，暫時報11008點啊。咁成交額方面咧，半日嚟講又係300億都唔夠啊，而家只係得290億幾嘅啫。咁就見到個市嚟講啦，暫時有升幅啦，都係外圍帶動啦。咁升幅嚟講就收窄咗少少噶啦，已經叫做咁，但係冇成交，係咪升嚟都暫時冇乜力咁咧？基本上如果你話以翻今朝早嘅成交嘅話咧，咁的而且確似乎個成交量又唔係好配合嘅。咁雖然你可以話啦，喺翻即係早段嘅時間，咁恆指都曾經叫做啊，曾經想挑戰過23000點呢個位啦。咁但係似乎暫時呢一刻都可以話仲係圓坑一面。咁但係能夠話真係有機會有啲比較大嘅突破咧？咁當然啦，有個比較上關鍵嘅因素啊，都係要視乎翻就係內地股市嘅情況啦。因為你可以話今朝早內地股市都比較反覆嘅，即係曾經嗰段時間做得比較上都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喺翻叫中午收市之前啦，似乎個升勢又亦都開始啊，有啲而係即係減少翻啦。咁另外港股方面咧，其實你都可以話啦，喺翻今個星期嘅時間都依然比較多一啲叫係即係叫因素啦，左右住大市個嘅表現。特別就係話喺翻譬如匯控啊、港交所呢啲業績嘅情況啦，咁再加上亦都係喺翻星期三、星期四嘅時間啊，內地方面都有啲重要嘅經濟數據會公布，咁所以你話後市能唔能夠話再有啲比較明顯嘅突破，甚至乎你話能唔能夠可能喺翻即係五月份啦、啊？大家都知道五月份本身大家覺得是比較淡的一個月嚟嘅，即係五窮六絕啊嘛。能唔能夠扭轉呢一個嘅情況咧，都真的要視乎翻究竟呢一啲嘅數據同埋啲公司嘅業績能唔能夠配合到。如果你假設呢兩方面都是叫做得比較理想，咁再加埋就係外圍有個比較上好啲嘅表現嘅話咧，恆指喺翻五月份其實我覺得唔差嘅。但當然啦，你話睇翻即係個成交量方面係有啲令大家有啲擔心嘅，因為始終個成交量方面嘅話咧，似乎呢段嘅時間啦，雖然個指數好似呢一段呢一有得呢一五月份打後嘅時間啦，都做得唔差，但係似乎你有個升勢都係叫做真係暫時嚟計啊，都尚欠一啲叫做成交嘅配合。咁所以你話喺翻呢個因素之下啦，咁你話能唔能夠話再有啲突破，都係要視乎翻個成交量嘅變化啦。如果你係成交量嚟計，好翻啲嘅話，咁都反映翻似乎個市場方面啦，都係叫比較正面翻啦。咁呢啲因素配合完之後，先有機會可能再有啲比較大啲嘅突破嘅。似乎咧而家恆指咧仍然企喺條100天線樓上啦，但係今日嚟講就暫時未能夠突破23000點嘅水平啦。咁就頭先提到今個星期咧，內地咧比較多嘅經濟數據公布嘅，咁就有 CPI 啊、PPI 又或者一啲新增貸款嘅數字啦，亦都有進出口數字。呢啲數字其實全部都關乎住內地嘅一啲經濟嘅命脈啊。好似講到會落啲邊啲措施啊，又或者啲咩政策啦，去關乎個經濟體系咁樣啦。咁其實會唔會見到恆指嘅表現咧？你頭先就話啦，提到咧都係要睇翻個成交金額啊。咁今個星期藍籌股就有匯豐啊，又或者恆生港交所公布佢嘅第一季業績啊，咁其實而家暫時嚟講係咪縱使外圍情況好轉，外圍嚟講美國數據做得咁好，咁但係似乎都係要內地嘅一啲數據先能夠掌握到未來港股嘅走向咧。因為最主要一個變化就係話咧，其實你睇翻內地方面，如果假設今次嘅數據都係比較差嘅話咧，咁其實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就係內地嘅經濟嘅情況，真係有啲問題。但係問題係你話嗱，當然如果你咁睇嘅話咧，照牌面上睇啊，咁經濟差嘅話，照計個股市咧可能係不利嘅。但係正正可能調翻轉，正正就係話咧，如果反思維冇錯，同埋就係正正就係咁解釋翻，就係如果你差嘅話咧，意味住啊內地方面。如果係要想話真係要遏止呢一個嘅情況再出現，甚至乎啊，希望扭轉而家嘅叫做係困局嘅話咧，都有機會可能會出一啲叫做係刺激經濟措施嘅。所以你話翻呢個前提之下咧，嗱，我哋都解釋翻啦。點解 A 股喺翻過去呢幾日嘅時間做得其實唔係差嘅？但係你見得到咧，上個星期出嘅數據咧，其實係曳嘅。所以都反映翻啦，似乎你話內地嘅投資者啦，都反而係深信就係話咧，如果你話本身個經濟個情況唔樂觀嘅話，反而大家有機會可能會憧憬緊啦。內地可能加快推出一啲政策出嚟。所以面上之下，你可以話有點而係反智嘅。但係問題呢個因素咧，正正地支持住 A 股有比較好嘅表現。咁連帶港股都係嘅，即係你話如果內地股市做得好嘅話咧，我相信港股咧都可目前路上啦，都會受到一啲依一方面嘅衝勁之下，有個比較上好啲嘅表現咯。
係咁就上個星期啦 ，A 股得嗰兩日市啦，就跌一日就升一日啦。就星期五啦，美市嚟講做得好好嘅。咁就大家都話係因為 RQ3 嘅因素啦，令到啦 A 股升咗上去嘅。咁其實講到經濟數據，今個星期就有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公布啦。咁其實大家都話咧，五月份咧困擾內地 A 股咧就有好多因素嘅。咁就有好多成千億嘅人民幣嘅一啲嘅解禁股解禁啦，五月份嚟講，咁亦都個驚個 IPO 重啟啊。咁似乎而家如果真係 A 股有擔心呢啲隱憂喺度，咁但係經濟數據你話出得好與壞都有佢另外一個嘅解讀方法嘅時候，咁其實而家應該點睇咧？應該係睇數據啊，定係睇嗰啲 A 股嘅利淡因素啊，定係還是暫時嚟講，似乎好似冇乜一啲更利好嘅消息去出嚟喎？嗱，我諗簡單啲咁講法啦，其實你話睇翻上個星期咧一個即係 RQ3 嘅消息啦，原來 A 股有個比較上好啲嘅表現，但係問題係你嗰個金額咧係2000億左緊嘅啫，其實對個市場嚟計咧2000億其實好少，即係對 A 股嘅市場嚟計。咁所以咧幫助咧唔大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你有 IPO 重啟啦，的而且確啦 ，IPO 重啟呢個係一個變數嚟嘅。咁但係問題係你都睇翻官方嗰個嘅做法就係話咧，今次比較嚴謹啲嘅，即係可能啲上市公司嘅規範比較多啲。咁所以你話究竟呢一個係一個是禍是福咧？我反而覺得係呢個係後者嚟嘅，係一個即係好處嚟嘅。變相就係話你證監方面你可能加強啲嚴格啲規管啦。變相上市嘅公司咧質素咧係好嘅。咁呢一個其實對於後市嚟講係有個比較大嘅幫助。咁另外至於你話好似一啲嘅解禁股嗰方面啦。冇錯嘅，係今個月咧應該有講緊係過千億嘅解禁股會解禁出嚟嘅。但如果你睇翻過去呢一個因素咧，對於內地股市嚟計咧，其實就唔算特別大嘅。即係反而個市場嘅信心咧先係緊要。咁所以面上之下，你話如果假設啦，內地方面如果真係有啲嘅政策係開始係即係抌出嚟嘅話咧，其實喺呢翻一個叫政策市嘅主導之下啦。我相信 A 股依然有個比較上好啲嘅表現，咁連帶之下，咁你港股都可以再到嘅。好啊，咁就見到咧，而家 A 股嘅表現嚟講啦，暫時咧升緊19點，去到2224點，滬深300指數升25點嘅，暫時報2518點，深證成指升92點啊，去到8939點嘅，今日上證綜合指數啦，最高見過2232點啊，咁今日啦曾經升超過1%嘅，暫時嚟講而家升緊18點，升緊0.85%啊，咁就有市場咧一啲分析講到啦。如果內地重啟呢個 IPO 嘅話 ，A 股跌落去就有一個趁低吸納嘅一個良好嘅機會啊，係咪啊？即係趁低買貨好咧，定還是如果即係 IPO 重啟嘅話，對 A 股嚟講，有個困擾喺度，定係都要睇定啲咧？基本上大家而家都一面倒地覺得 IPO 重啟對個市係不利㗎啦。咁但係正如啱啱都講到啦，其實你話今次 IPO 即使係重啟啊，咁但係因為本身咧，你話官方都已經做咗好多嘅功夫㗎啦，特別就係喺翻嗰個監管嘅方面啦，因為事實上過去嘅一段嘅時間啦，其實 IPO 最大嘅問題就係想你公司咧質素咧係唔 OK 嘅，即係好多係唔 OK 嘅，所以以至到咧上完市之後咧，其實佢哋個股價咧基本上咧都係可以話一落千丈，甚至乎咧上完市之後咧，嗰啲企業本身個盈利嘅變化咧，即係突然間變得好差，咁所以你話今次加強咗監管之後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其實對個市場嚟計係健康嘅，咁所以你 IPO 呢個因素其實對於後市係咪一個咁大嘅影響性咧？而家呢一刻應該係嘅，咁但係當你重啟完之後咧，我覺得呢一個嘅影響咧將慢慢淡化，咁所以變相之下你可以話短期嘅震盪在所難免嘅啦，但係中線嚟計嘅話，咁呢啲位或者呢一啲嘅估值嚟計，咁 A 股始終係比較平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位其實你話如果以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嘅話咧。呢位買翻啲即係 A 股 ETF 咧，可以考慮下。好啊，證監會上個月咧曾經都澄清過啦，重啟 IPO 咧未有時間表㗎，但係 IPO 咧總會有重啟嘅一日啦。喺重啟日期未明朗之前啦，市場咧再次咧傳出咧有關 IPO 重啟嘅消息㗎。咁呢節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啦，仍然都係咧發達廣場嘅時間啦，會繼續同 Stanley 睇住個市，同埋睇睇啦港股半日沽空嘅表現㗎，轉頭見啦。